三大八旗人又抛尸了，就在化疗塔。剑营司长李知年的尸首在城南水渠被发现，其右手缺失，伤口有撕咬痕迹，不像。哎，有妖怪！凶手这是在预告吗？我还没见过这种死法，一个大活人能被活生生吓死。 如果他真是凶手，你很有可能就是第五具尸体。是人是鬼，总不能抽中宋如今。跟前两具尸体一样，心脏从这儿直接挖了出来。